新闻网看到赵丽颖蹦迪了。8月26日凌晨，谢娜晒出了看张杰演唱会时场下的视频，秦霄贤、赵丽颖、李承铉等人在逆战的 BGM 中蹦迪，秦霄贤一听到节奏就控制不住了，脸上的笑容那可是非常耀眼啊。本以为颖宝会很社恐的站在原地，没想到他也蹦得好开心。不过别人蹦迪是狂野，他蹦迪是一本正经，透露着一丝可爱，这反差简直不要太大。这次张杰的演唱会真的好热闹啊，除了谢娜视频中的人，还有曾经一起参加快乐男生的王铮亮、陆虎、姚正，还有运动员宁泽涛，又是羡慕现场朋友的一天。欢迎唱着还是爱着的王铮亮，小亮哥，是不是姚正也来了？欢迎反正都是我的陆虎虎子。